弥陀佛，师父，大家好。好，同学可以把麦关掉，来看一看我们的目次的部分吧。好，同学呢，我们呢就是属于就是继续上好这一步，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好啊，这个是蛮长的啊。好啊，那在上一堂课里面呢，就放个短片给同学看了。那么呢，就是有稍微提到啊，这个是唐啊，CTNC 啊，天竺沙门乔凡达摩译的哦。那么当时啊，我们在短片里面啊，就是呢，有一帮人没有跟 SOP 没有戴口罩的，他们在那边聊天哦，所以呢，但是我们没有去举报他们，所以呢，才有今天的法会。过 我们举报他们，全部都上班了。好啊，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啊。那么呢，这帮相聚的都是诸大菩萨啦，诸大菩萨，然后还有声闻众在里边。那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呢，如果同学有印象千手千眼呢，我们从千手千眼那边进一步去看，就是42手眼了，所以呢，这一个它其实是不简单的。那这个法门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蛮多啊，是在菩萨的定义度众生里面。是蛮管用，而且是偏重在这个部分的哦，这样子哦。那么呢，师父想告诉大家，就是呢，这个大悲咒这个讲经说法方面呢，同学如果你去上网去查看，对不对？师父去发现了，就是拿来做研究用途的不太多。其实要找一些专家学者根据经文研究，也真的不好找。那么呢，其实开示的法师有几个类型。第一啊，如果那个法师本人呢，他有通灵的经验，他可以看得到观世音菩萨之类哦，他在他开示的时候会把它涵盖在里边那如果有些法师的确有这个能力，所以不是问题基本上我们这边呢都是相信观世音，那么都会看得到，只是我们看不到，那有人看得到那么呢，42手眼前面的秘法有一些也是跟降妖伏魔有关所以呢，像有一些大德他们的确是有这种能力，就是在教界认可的啦。所以呢，像玄化上人这样，那就不是大问题那他开示里面呢，就会蛮多包含他个人经验在里边那么呢，还有就是另外一位就妙净长老可能也会那师父这边的开示比较多还是偏向就是在于就是解经的方式去解答它的一些定义上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同学，如果你要丰富，你可以多看他们的一些著作，这样子不过不要看到有幻觉出来，不要跟我讲看完了之后你看到观音这样就死了所以呢，我们不就是不太鼓励，不太强调谈太多，但是我们承认这些经验是有的，基本上这个经典的特色就是你也希望有灵验的一天，就是大悲咒可以把它念好这样但是呢，就师父这边他会站在因为师父本身阿含经部分有讲过，阿毗达摩有讲过，那么呢，初起大乘的空金刚经那些也有讲过我也是在开始讲这，所以这一些都会带进去这个密教的部分来稍微做解说他这样子会有一些好处，原因是因为就是经典本身他们是有性质的来，我们看一下同学像我们看一下这个印度佛教那么呢，密教的经典是在比较后来的这个时候出现的结集出来比较后来出现的所以呢，它在比较后期出现的时候，对不对？那么呢，它有累积到前面的一些经验的，它也可能它的定义跟前面这一些会出现矛盾的，所以呢，遇到这些矛盾它未必有一个绝对的解决方案，不过师父尝试提出因为你们在这边也是什么都学哇，从2000多年前开始学下来，那他矛盾我不可能不给你一个解答的，但是我是说他不绝对你还可以参考别的大德的解法你觉得满意了你就接受这样子了，那无论如何呢，就是不让你退失信心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还有这个法门的特色，把它推广出来才是我们真正的开这堂课的原意来的这样子。好，来我们就看一看
好，在过后呢，就是我们呢提到啊，各式菩萨，还有就是还有不止菩萨声闻哦，还包括一些天龙八部哦，全部聚会。好，来我们开始新的一段，请瑞海读一读十啊。十，观世音菩萨于大会中密放神通光明，照耀十方刹土，即此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皆系整动江河大海，解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一尺大洞，日夜诸火星宿之光，皆系不现。好 ，OK， 那个 CK 先暂停一下哈，这些可能就有的来解了。好，同学呢，在这一段里面呢、就开始提到观世音菩萨和放这个光明了哈。好，同学呢，这一个啊是属于大乘经典密教的部分，是有这一些哈密放光明的现象的哈。意思就是说啊，现场讲哦，它有放光的现象哈。那么这类型的经典哈，我们可以看一看早期的阿含经哈，早期的阿含经啊，这些这样子密放光明啊哈。就比较少很多、我们给同学看一看、经典类型不同、会也会有不一样的现象、但是说我们看一下、就是庄春江、来看一下、真义阿含经、这个是蛮早期在阿含里面的经啦、OK 好、好，来有请玉清读一读哈，来文如是读一读，请开麦玉清好。哦，对不起，文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子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二法涅槃界，云何为二？有余涅槃界，无余涅槃界。OK， 停一停哦。来，同学看到没有？就讲佛在哪里？这就完了，没有放光的啊。是，所以呢，经典啊，它在每一个时期有不同特色。我们给同学知道哦，因为要让你广泛学习嘛。所以呢，基本上阿含经之类哦，都不会有类似这种放光的现象的。然后过后呢，我们再给一个例子啊，比方是说阿毗达摩哈，那我们看一下哈，来玉华，你对什么阿毗达摩有兴趣呀？哈，玄奘大师哪一部论你有兴趣呀？我有听过的就是《白法明门论》。我们是找比较早的很出名的 Mandy， 有什么论是玄奘大师带回来很出名的 Mandy？ 是论。不是十轮 ，Mandy 记不记得哈、这个字开始的哈？俱舍论。对，俱舍论。那我们试试看了哈。俱舍论呢是释迦菩萨撰写的，出了名，所谓的聪明论哈，是蛮著名的。来，我们看一下阿毗达摩俱舍论了哈。好了，我们了解一下它点开头。来，同学看一下哈，一般上经论要学习去看它的原点。因为大藏经出现的话、就是比较信得过，这是第二十九号的经，这个是零号来的、你看、有尊者是谁？释迦菩萨造，唐朝的玄奘大师弟。来，我们点论断论上。好，来玉华，请你读好了。第一，住一切种诸明灭，拔众生出生死迷，经理如是如理师，对法张论我当说。论曰：
禁欲造论，危险自私其体，尊高超诸身众。好，没关系，可以行了。来，可以听。来，玉华，你看一下嘛，大概这样读过对不对？会看得到也没有所谓放光放光。没有啊，这节就啊，对。不过论师会说，来，我要归理啊，归经是如理师对法藏论，我当时我要讲阿毗达玛这样哦，归礼敬三宝这样啦。对对。好，来，顺达，请举一部大乘经的论，你有兴趣的？顺达，有什么大乘的论有兴趣啊？啊，顺达，嗯，有在吗？顺达，啊，在。好，嗯，什么有兴趣的啊？嗯，《法华经》啊。好，来，我们看看《法华经》有没有放光之类啊？哈、哦，了解一下。密教是比较后来的哈、哦。OK， 我们做点研究比对一下哈、哦，因为你不是诵经的哈、哦，你是开始有带你去研究理解经论哦。好，来，同学看《妙法莲华经》，邀请鸠摩罗什译哈。邵同学，我们如果是有学点历史的话、哦、有好处，看一看啊。那么呢，《法华经》就是你找的这一个啊，哈，就是看一看哈、啊，大概年份哦、啊，看一下啊，《瑶琴三藏》是在这个时候翻译的啦，哦啊，这个年代是蛮早期翻译的哦，《法华经》啊，在啊是在喀什米尔那边挖掘出土，是属于第四次结集的经论来的哦，这样子哈、哦。好，来我们看一下哈、哦，这个在诵念方面，蛮多北传弟子啊喜欢诵《法华经》来啊，就是啊，你看到有预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这个是有皇帝的 instruction 进行翻译的了哦，应该就是这位瑶琴哈、哦、来。过后呢，我们就看啊，有还有钟南山道玄律师述。那道玄律师呢，本身呢、啊、有讲 有做序了哦，这样子哦。好，然后呢，这个就开始诵哦。来，顺达，请念一念。如是我闻。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施主觉山中一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皆是阿罗汉，诸肉已尽。无复烦恼，逮得己力，尽诸有劫，心中心得自在。好，感谢，我要停一停，就是也是没了哈、哦、所以《法华经》啊哈、哦，大概是《法华经》啊，在历史上啊哈，也是刚刚《阿含经》是公元前佛陀入灭后没多久这段期间的没。那刚刚呢，《法华经》啊哈，《法华经》大概也是蛮早期的哈、哦。来给同学看一下哦，这个资料如果没有给到同学呢，同学必须要必备。原因是因为啊，我们学习佛法除了宗教信仰以外，我们也要有一些历史上的佐证了、啊、哈、哦。因为我们这边都是知识分子居多，不能够天天讲哦，上到去天街听闻不能，一定要多方面哈、哦、来巩固信心。来看一下、啊、阿含经，大概同学这个是教史列传及经论成立的年份来的。那么呢，这一个呢是公元前，这个是公元后、哦、那么呢，四阿含是公元前280年的时候，然后呢过后呢，般若经就是我们上啊的金刚经的类型啊，是在公元前100年已经有了般若经啊。这一边呢有上金刚经的同学哈、哦，好来秀艳，嗯，金刚经有没有放光？记不记得？嗯，没有，没有。这样佛陀有没有洗脚啊？《金刚经》没有放光，有没有洗脚？有。掌声鼓励一下，那大道很怕。啊，没错，没有放光，但是有洗脚。同学洗脚蛮普遍，因为啊，当时是没有穿靴子去托钵，他托完一定洗脚的。所以你留意啊，还没有讲经之前哦，很多经文啊，它的开头啊，都有不一样的一些情况的。好，来过后呢，这个是《法华经》，刚刚同学、就是讲的，哎，也是没出现放光的。那《金刚经》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公元60年是初期大乘的时候、哦、那这一部啊，《千手千眼》这个哈、哦，我没有特别去查证。然后过后啊，哦、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的大乘论是400年的，也是没有的哦。然后呢，密教的经典啊，哈、哦。这一部我以为是大概在唐朝翻译，应该预计唐朝是600年哦，大概400多年时候这个年代开始的应该是哦。那么呢，这密教的特色啊，就有这些放光这样哦，所以呢，这个是它的特色来的。
好，过后我们看呢，它放光是照耀十方刹土及三千大千世界啊。同学，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哈，相当肯定啊，是属于啊当今的宇宙观来的啦，哈啊，因为大千世界呢是一个叫做。来，同学，它不是哦，同学看清楚，这个是须弥山哈，来把它放大一下，须弥山。所以，同学，你必须要了解啊，佛教当时的宇宙观，或者是说可能用天眼看到的这一些现象啊。来，同学看一下，这个是须弥山来的啊，它含糊了。那么，须弥山上面呢，就是四大王天，然后呢，就是叫倒立天、斗率天等等之类，就在这里了哦。有所谓的空居天、地居天跟空居天、哦、那么呢就往上、六御天这样、那么呢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同学，那么一个太阳一个月亮，然后呢四个州、四个州，我们呢是在南瞻部州，所以基本上这样一个、是属于一个小千世界啦、过了 三千大千世界，所以是更多的、所以呢这个、可以想象是它放光是它照、照的那个范围是非常的大了，已经是照到了整个宇宙啊，这样子了，是没有边际的啦，这样子。好啊，关于这一个宇宙观本身啊，到底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是真的在地球里面，南瞻部洲是不是指印度之类，有各种不一样的说法，没有个定律啦，大家有些觉得是已经去到很大宇宙，有一些可能讲南瞻部洲就是指印度罢了，四周都是在附近，然后须弥山就是喜马拉雅山，有些这样子说明，听了有 logic， 但是有些说哦没咯，它的范围可以大到整个宇宙。来，过后我们再看一下，然后接着下来这边他有讲了，然后就是然后呢，它这个光明啊，照到很多地方，有天宫啊，有龙宫，好，这些诸尊神宫，这一些啊，基本上啊，在早期的经论啊，你会很少听到阿含经有讲诸尊神宫，如果是讲啊，每一个天尊啊都有宫，这边呢、我看一下显啊，这边呢、美玲有在吗？美玲。美玲有在吗？美玲 ，OK， 好，没有哈。来，国风问一问你哦，你有看过什么电影啊，或者看过什么中国文学著作啊？就是有很多天宫啊、天神之类的哈。啊，国风，师傅，你要最近的还是你要比较 common 的？哎呀，你那么看那么多的咩？随便讲一个啦。啊，你讲讲天宫，不是最 common 就是那个《西游记》吧？西游记 啊对啊，看你看哪、西游记很多天神啊，对，有九天玄女啊，有什么蟠桃大会、我问你啊，这一些、思想主要来自佛经的还是在别的宗教的 经论那边来的？应该算是一些民间的一些信仰吧。啊，民间信仰或者道教，对不对、就是原始天尊这些之类、因为啊，在中国里面本土的嘛，佛教是外来的，它原来本来都是道教的、所以很明显就是、各式各样的天有天神啊，地有地神啊，这些应该有民间信仰，过后呢应该也会有跟道教 integrate、道教就有三尊，所以合起来其实我们也搞不懂那个打那个，再加上佛教整个就是中国人的信仰了、类似是这样，所以这种啊，它其实、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讲什么三十二星宿啊，这类这样东西有听说过吗？同学有对不对、大概听过，一般上你可能算命的命盘里面有、然后呢这些星宿其实是星座来的，那这些星座啊，其实啊是佛教的经典啊，传去中国早就有了的啊。那么什么时候跟是谁传的？不空三藏他们传密教的经典过去的，因为这些星座啊，其实啊、它并不是罗马人他们的创意来的，其实啊最早啊星座来自什么？巴比伦王朝，因为巴比伦在沙漠一天到晚都看星星，他们最 advanced 的，后来巴比伦人呢把这些传到去印度，那么在印度、过后呢跟佛经也进行结合了， OK， 跟佛经进行结合之后，然后呢不空三藏他们呢把这些带去中国进行翻译，所以呢公元大概600年的时候
十二星宿已经传去中国了，所以一点都不新鲜这样子、哦、所以这星座啊、星宿、星座之类、哦啊、它有一些是佛教传进去的、哦、这样、哦、好、找不找到根据啊？来，我可以给同学找一个比较、明确的根据啊、哦、好，来一下哈，就是这一个哈、哦，宝济经哈、哦。星座 OK， 二勇啊哈，啊，因为是这一位研究的哈，佛经星座哈。看一下哈，哦 ，OK， 大方等日藏经呢，不去你可以写一写了，就是这一部来的了。大方等，大方等日藏经了哈。所以呢，所谓的星宿啊，其实是星座，那么呢，很早啊就已经传到去了了哈。这一位呢是专门研究这些的专家，星座的专家啊，所以他比较懂这一些了哈。那高僧带来大悲佛经，那同学可以写下来了。大方等日藏经、哦、来，我可以再恐封一下同学、哦、大方等日藏经、哦嗯、这边有、哦、等一下、啊、同学来，我找出处给大家，是九月摄神当道、哦、OK、哦、看一下、啊、是九月十四主当道，魔界之神主 当其月、哦，所以这个你可能会很意外、哦、想不到居然是佛教、啊、传过去的、哦、嗯，没有找到、哦、有时候会这样子、哦、来一下、啊、okay， 放错了应该，嗯啊、同学也看到吗？在敦煌的石壁有看到、哦、嗯，他刚刚讲、哦、大方等日藏经，我们再找西北大哈，西北大啊，有了，同学真的，大方等，大方等大吉经是十月魔界之神主当其月，看到吗？啊，这个就是星座来的了。好，好啊，给你们看一看哈，就知道哦，原来啊这一些星座哈、啊、那么早啊就传到去中国，而且是跟佛教有关哦，说它一点点的历史渊源是来自这里啦。好，嗯，好，同学你可以写下来了，大方等大吉经了，然后呢，看到没有呢？星座看到吗？全部星宿在这里有出现了、哦、嗯，所以佛经有很多东西 啊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所以同学你写下来就可以了、哦、大方等大吉经，以后就来这里找这些各式各样的星宿、哦、好 OK， 这个我们大概这样子就够了了，来再看一下、哦，
好，故呢，他有讲哦，就是光啊，有照到铁围山、须弥山啊，这个铁围山呢、啊，好，来我们看一下哈、哦，铁围山哈、啊，OK， 好、啊、他们又跑出我要的页嘛，没关系，来我们看一下。好，过后呢，就是有提到铁围山等等之类哈、哦。过后呢，因为它太过光亮了啊，所以变到啊，其他的日月星宿哦都不见了哈、哦。好，来我们看一看，就是须弥山啊哈。好，须弥山哈、哦，须弥山呢就是所谓的 Sumeru 哈、哦、啊。好，来我们看一下同学哈、哦、，Sumeru 哈、哦，那这一边呢，如果我们用这个客家话来念呢、哦，苏米卢啊 ，Sumeru 啊就比较靠近了哈、哦、啊，须弥反正不靠近，用客家话哦，苏米卢或者是广东话寿买楼、啊、是不是比较靠近对不对啊，比较靠近、哦啊、是的，所以呢这一个都是可以写下 Sumeru、哦啊、不只是佛教其他教印度教、啊哦啊、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山、啊、的传说，然后是印度众神居住的地方、哦、都是可以写写了、哦，这些啊，他会写又译为哦，就是在不同的大藏经那边哦，把它找出来的哦，哦，来自一切经音音译了哈、哦，一切经音译，我看这一部啊，是一个相当好的工具来的哈、哦，你看一下一切经音译哈、哦，因为我们经常一查 wiki 哦，就会有这些出来，都觉得记得啊，如果你是在大学、啊、写论文哦，不可以用 wikipedia 哈、哦、，wikipedia 不权威，有很多人可以改。但是我们用它来做个基本参考可以，因为我们要找出啊它有什么处这样子了，好、啊、所以能看啊常常会看到很多这些音的，而且师傅用广东话、哦、或者用附近话客话来念哦，反而是念的比较准的我、哦啊、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来的、哦、来我们看一看同学、哦啊、一切经音译啊、哦、为什么它常常会念的蛮准啊，好，这个呢，都是这个金英译啊，哈、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唐朝啊，哈、哦，所著的，另外一个版本呢是唐朝慧灵啊、哦，一个是应玄哦，然后他有讲啊，同学看到吗？金英译哈、哦，他参考自书运输家与整理的古代此书，因为是唐朝嘛，所以600到800年间哦，所以离我们现在有千多年了的哈、哦。啊，里面就是专门整理啊，他的那个运输，看到吗？运输过呢，因为慧灵啊，有个法师是，他精通印度语言跟中文字，所以当时的中文字啊，应该就是现在的有掺的，就现在的部分的闽南话、客家话、广东话来的，所以变到我们用它来发音，就比较靠近当时的梵文了。哦，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同学你读到 Wikipedia 的话。又会出来很多这些，这样原因就是这样，就因为这个慧灵啊，他通中文还有这个印度语言，所以呢他就可以把它写出来，那我们就可以推敲当时啊他的那个音是什么，这样啦。好 OK 好、啊、同学这一边哦，谁有诵经的习惯的举手一下，谁有诵经的习惯，
玉华，还有谁有诵经的习惯？素莹哈，还有玉清哈，好，给你们个功课哈。今天晚上如果有诵经，试试用客家话或者是闽南话来诵佛经，你看看会不会更加有押韵呢？这个就证明哈，蛮有意思下哈，就是语言上啊，的确是有这一个，当时是的确有受这个影响的关系啦哈。好，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哈。在一边哈，我再找一找。哦 ，OK。OK， 看得出来嘛？好，来，接着下来呢，就我们再看一下哈。好，过后呢就完了，接着下来就下一段来，有请请就是玉经读一读啊，于四种持王菩萨有请啊。于四种持王菩萨见此稀有之相，怪味成有，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戒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以记问曰：谁于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不然。谁于今日得自在，眼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龙神宫殿悉不安。今此大众贤有余，不测因缘是谁立，为佛菩萨大声闻，于凡摩天诸事等，唯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所如矣。好，感谢。来，同学，我们先发重点啊。好，同学们留意一下哦。我们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哦，你会发现是这一段所讲的哦，跟上一段呢，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我们讲这些是叫做长行来的。那么呢，这一些哦是叫寄送来的。基本上佛经啊，哦，都会有长行过后又在寄送的哦。那么呢，经常有诵经的话，哦，应该你是蛮普遍会感觉听得到的。思琪啊，你有诵什么经啊？很出名的就是念了长行再念偈颂，然后其实意思一模一样的，有吗？思琪。当时没有想到。有这个刚刚顺达提醒那部经啊，哇，那些老菩萨最喜欢唱啊，唱偈颂就唱的大大声的啊，什么经来的？宝华经啊，对，普门品啊，对不对哈？啊，普门品就是这样嘛。哦，开始先长行啊，过又在偈颂哈。啊，同学，这一个啊，早印度人啊，他们都是这样子的，先长行再偈颂啊。你讲长记嘛，是的确长记的，所以他们有些翻译的人呢，啊，有做改良。所以同学，你们想想看，佛说阿弥陀经有没有偈颂？有吗？有谁有印象有没有偈颂？佛说阿弥陀经？好像没有，对不对？他就是长行罢了，没有又在重复，对不对啊？所以啊，有一些啊易经师啊，他们发现哇，这样子下去不行，他们就把它一做点改良。所以有一些，哎，你没有看到偈颂啊，这边呢你就有看到偈颂哦啊，所以呢这些有偈颂没偈颂啊哈啊，它都是有它的典故的哦。那这个偈颂呢，我没有记错，就是叫 stanza 了哈。来，我们看一下哈，啊，这个出来了，这个哈。来，我们看一下哈，偈颂是我们其中一个题材来的了哈。刚刚的意思几乎一模一样哈。啊，是叫 gatha 哈，
切陀哈，我们的印度佛教史有读过了哈，不是 stanza 哈 ，sorry 啊，是不是记错了哈？是叫做gatha 才对哈。来，同学看一下哈，婆罗门佛教啊，印度诸宗是把这种 gatha 称一切之名啊，一义而来，有时专指 gatha 哈，它的体裁跟我古代的四类哈，就是这样子哈。来，同学你写一写了 gatha。宗就是 gatha 或者叫切陀，然后呢，不止宗教也会有。就写下 gatha 就可以了。好，我问你，子林，我问你一下哈，如果有一天哈，你真的是在那个法会那边参与啊，你认为啊，会不会真的是？长行两问了一边，描写了一边，然后呢，再来一个寄送。你认为在 actual scenario 真的会这样子吗？就是当时候以前那个时候啊，你认为如果是说啊，真的给你啊有幸啊哈、参与这个 gathering 啊哈啊这个 gathering 那很多人嘛，对不对哈？你也有份参与嘛哈，对不对哈？然后呢，过后啊，这一个是不是他就是啊，他前面已经讲了的。或者又在寄送从头再问多一次哈，你觉得有可能真实情况真的会从头又在寄送再问一次吗？不会啊，为什么不会？因为你开会不会这样子啊？就像我们做工这样开会，前面讲一轮，今天我们讲的东西是这，哎，过又再来讲，哦，今天我们讲的东西是讲这个 objective。哦，不止，你就这样讲，来，老板刚刚讲完了，我现在做个寄送唐诗三百首，重讲一遍这样。你老板怎么反应？先骂你一轮，对不对？是不是啊？对，所以你觉得哎，好像不是很 make sense 哦。但是我们的题材有出现这样啦，哦啊，所以呢，有时候啊，题材它会出现，所以我们呢不能够啊，佛经每一个字啊，你都当作是真言，不能够改，不可以这样子，因为啊，你接起来也不当 make sense 了，可以了解吗？好，哦啊，所以呢，一般上啊，他要必须要从用寄送师。啊，这个寄送，尤其是你念过普门品哦，你会发现啊，常常你背不到，寄送很好背。第二呢，寄送拿来唱啊，有押韵啊，对不对？我很好唱，很好记的。所以其实当时印度人啊，都是当时是拿来背，他们在公元一世纪之前哦，全部拿来背的。所以啊，他就像刚才在念的时候，都感觉哎，都感觉都可以唱出来啊，对，可以唱的。念经的啊，所以当时如果写成梵文的话哦，他们也是好背的。哦，所以为什么一定会有寄送出现？所以呢，现代的方法哦，解经方法不会认为每一个字都是当时定下什么阿难尊者背到完全不啊，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比较现代解经就是可能都是寄送了哈，过长行了哈，可能过后又有做一些添加之类，他每就是不断的跟着时间转移哦，经典不断有增加的，所以它的内容最重要是我们信得过就成了的了。哦，可以了解吗，同学？哦啊，所以如果传统解经会认为每一个字全部都是阿难全部背下来的这样哦啊，那但是现代的解经，我们认为历史考据啊不大像是这样了。哦，好啊，谈到啊这个历史的考据哦啊，像刚我们讲的寄送这些这样对不对啊？现在我们可以啊考考同学的哈哦，来啊，就是UOD 啊。你有没有听说过佛教的语言在印度最早期是什么语言啊？有的听说过吗？没有。那你猜呢？不是巴利吗？啊，你讲是巴利对不对？哦，很抱歉，答案猜错了。为什么猜错呢？哦，已经有挖到了。现在最新的研究啊，哈。就是如果，啊，同学你有看，啊，就是当代的论文著作对不对，那么呢他们已经挖到了在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一带，那么呢最古老的佛教文字记载它是犍陀罗的语言来的，而且它挖出来的呢不是阿含经，反而是大乘经来的，这个呢是让我们呢最惊叹的地方。哦，那同学 show 你们一下 The Split Collection of the Karotish Disc，哦，这样子，哦，那你看一下这个是学术论文来的了，哦，那你看，啊，他们挖到在哪里，巴基斯坦 Afghanistan 在他的 border 的地方挖到，哦，那挖到什么东西，哦，同学看一下，哦，第一苏丹尼巴达，哦，阿达就是从上的小品经就是 exact 挖到，看到这些非常的什么原因，就是这样子的了。
同学，这个就是当时我的小笔墨，树叶上就把这个、啊、拿去你哈、哦、碳十四做那个试验哦，啊 ，carbon 14对不对哈、哦？碳十四就 check 到是 AD 啊，79年哦。所以呢，这个发现就证明了哈，佛教最早啊哈，就是这个文献资料的文字记载是可以到公元前哦哦，没有更早，而且是巴拉米达就是波来的，而且是以正语翻译。那么怎么样呢？原因是这样的，同学做这个研究，这个德国人他们呢一定要懂中文，因为这些都是大概去中国进行翻译，所以有兴趣去读哈，这些有点类似是学术科学报告哈。它是很严谨的，那你看一下，它有翻出来，看到吗？一路阿维耶至终，细了之，不可复退。如果你诵过小品《般若经》，你会觉得很熟悉。菩萨闻是心，不懈怠，不恐不怯，不难不畏，就是挤破了刚刚的那个树叶里面的甘达瑞的文字哈、哦，变出来的啊、哦，看到吗？好、哦。好，然后呢，不止呢，他这边就一定会再加写啊，这些是比较学术的科研啊、哦，可能我们不懂没有关系。过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啊，他就有提到哈、哦，这个是 Locasema 进行翻译的，看到吗？啊 ，Locasema 哈，好啊，这个呢是不鼓励大家哈、哦，因为就是啊，有学，因为啊哈、哦，我们佛教啊有宗教的派，但是也有学术的派哦。会比较好，就跟呢你们呢到底啊要打 Pfizer 好，还是要打 Sinovac 好？第三针找学术论文 ，OK 哈、哦，找科学报告。那我们这一些哦，所以 UOD 哦，你讲是巴利，我讲不是是甘达瑞。那么找挖出来的这一些是最好的。那我们佛教也要提供这种理性思维哦。那这一些啊，你去哪里可以找得到？来，同学，比方是说啊，哈、哦、这一个论文对不对？它可是在 Academicians 那边。可以找得到的，好，来同学看一看啊，请你写一写啊 ，OK 好 ，Academia 哦，然后呢这一份论文呢、啊，好，好来同学可以写一写了 ，Academia 哈、哦，就是这个 server 来的哦，就以后啊你要找这种考古学哦，跟佛教有关，可以来这个网页找，刚刚的那一篇论文呢、啊，哈。是 split collection 啊，你写一写它这样好，嗯，所以呢，佛教的经论可以推到 AD 七十九，你可以写一写了 AD 七十九，然后它的文字是甘达尔语哦，就是阿富汗的卡布，就是萨瓦那一代了，好，这样子哦，是那一代来的哦，所以同学你可以做一点点记录，那么得空啊可以去里面挖宝哦，看一看，好 feel 一下哦，这样子了哈。好，那么呢，刚刚相关的哈，就是同学可以写一写啊，来，同学可以写一写，当时的语言最早找到的哈，是79、74年 AD， 然后是甘达瑞的语言来的，然后同学你可以写一下，它是属于小品般若经 Locasema， 你们先写这两个哈，各位找给同学看一看哈，啊，你看到这个是 As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嘛哈，啊，同学先抄下。然后呢，过后啊，和就找给同学看 ，OK 哈，这个就是小品般若经嘛，哈，看一看啊。小品般若经，好，所以同学暂时啊，和就是那看到没呢？小品般若经 ，As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哈，然后呢，有几个版本翻译。就是后汉 Locasema 后汉蛮早看到吗？道行般若品就是道行般若品来的，所以同学你可以写下来了，这样子所以呢，我看思琪啊，对那两篇书好像特别有兴趣，待会得空了哈，会记一下道行般若品了。那么有上《金刚经》的同学啊，不妨啊去click一下看一看，看一看呢、啊，你读《金刚经》的那个功力有多少%是可以看得到，因为这一个、啊、居然是最早、啊、找到的文献来的，后汉大概啊蛮早期，看到吗？951年，所以呢它在历史上蛮通的，我同学你看呢、啊、这在历史上来讲、啊、刚刚那个地方、啊、是在甘达拉，甘达拉呢就是 Afghanistan 一带嘛，对不对、哦、甘达拉、哦、就是 Peshawar 就是就是在 Peshawar 哈，嗯 ，Peshawar 哈，
啊，对的，嗯 ，Petsawa 哈，看一下哈，啊，这个 Petsawa 啊，基本上也是世亲他哦出生地来的，所以呢，在那边有大臣的兴盛啊，哦，一点都不稀奇的。来看一下同学哈，哦，嗯，所以呢，他在这边过 AD 74年挖到哦，然后呢，后汉的时候大概是不超过200年，最早的同学，来同学也好，来揭晓。芝楼加餐道心波罗平了，好，好，因为这个资料的关系，所以有兴趣去 wiki 看一下道心波罗平 wiki 一下的，可以 zoom 举手一下吗？有几位，或者是你有看过读过《金刚经》，想要知道当时那么早的东西，跟你读的《金刚经》到底你读不读得懂？有兴趣待会看的可以 zoom 举手一下吗 ？OK， 三位罢了啊，哈，我这样看来哈，是我自己讲自己爽罢了啊。我看到这些我很高兴的，你知道吗？哦，好，来，我们掌声鼓励三位，来，我们鼓励一下哈，非常好哦，同学去看一看哦，啊，这样的话这个东西很珍贵啊，哦，所以可想而知啊，当时的人千辛万苦带过去哈，那你们呢就好好的。可以尽量上课就是最好的报答了。好啊，这个呢就是之前延伸啊，蛮多的寄送啊，其实是重复的哈。好，过呢我们必须要谈谈他在这边有讲哈，就是呢令此看他说啊，谁与今日成正觉？到底今天呢是谁成正觉哦？同学，一般上我们正觉啊是指什么正等正觉比较多哈，所以他这边用正觉啊还是蛮比较奇怪一点点的啊，因为这种正觉是指成佛，不过呢，在这边的观世音菩萨是讲他是正法明如来，过呢又道驾慈航哦，啊，所以呢这边就会用正觉了哈。那同学写一写，所谓的正觉就是三藐三菩提，可以写一写哈。然后呢，梵文就三藐三菩提哈，你可以写一写哈。这边比较标准，正藐三菩提，三菩提哈。成正觉啊，跟成阿罗汉不一样的哦，因为他们的方法不同，所以就这个缘故呢，声闻道跟菩萨道是不一样的哦。因此两个不一样，所以呢，菩萨道的确是存在的啦。好，哦，这样子哦，啊，因为佛跟阿罗汉基本上都不同哦，这样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哈。哦，过呢，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复然哈。好，我们看一看呢，啊，因为这一边有帮我们找好哦，什么是三千大千世界哦？看看它的定义啊。来，同学，我们看一下哦，三千世界哦，看它的范文是什么。鱼管没有什么干我们，哦，所以啊，证明啊，现在这种都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哈，哦，这边有讲到哈，所以在今天呢，啊，放大神力哈，哦。然后无边佛国都震动，然后呢他说啊，今此大众都有疑惑，不测因缘是谁力。来，同学，我们看一下这个因缘啊，哦，这边会不会是指所谓十二因缘的因缘，哦，佛教术语，哦，好，因缘一物之身，轻以强力者为因，疏天落力者为缘，所以就是比较强的叫因，比较弱的就叫做缘呐，啊，这个定义是对的哈。说同学啊，基本上你要去判断它对不对，你要有一些基本啊，大量阅读经典的缘能力哈。你看大乘路楞伽经二约，看到吗？啊，维摩诘佛国注经啊，这一些呢，基本上啊，因缘的定义啊，从早期阿含到大乘应该变化不大的哈，啊，所以是可以信得过了哈。好，来我看一下哈，比较严谨，我们看一下，他有用佛学字典给我们哈，你看哈，
所以读起来有时可能很负担的话，同学就直接找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抄下了。好，同学阴就写清夷强力者为阴，然后呢疏天落力者为元，这样子了。阴是比较强的，元是比较弱的，就是发生什么事都是由一组阴元合合而成的，有强有弱了。所以他举例子，他说种子啊是阴来的，过呢雨天啊农夫啊是缘来的，过呢得到成果是米来的，这样子。这同学你可以写一写啦，姻缘啦。来，同学看一下，我们讲啊，如果举例啊，种子为阴啊，哈，过呢就是呢，和合啊，生米就是果啊，哈，是不是说有阴就一定有果呢？论情，来论情，你认为是不是有阴就一定有果呢？然后呢，有种子的话，有道的种子就肯定有米，这个是对吗？论情，你觉得啊？对，对呀，好。OK， 那么正强呢？正强你认为有阴一定有果，对吗？不一定啊，师傅。什么缘故？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种子未必会生出果来嘛。啊，种子未必生出果，然后呢，如果是种子要生果之间呢，还要什么条件呢？很多各方面的因素啦，天气啊，比如天气、土壤。好的啊，所以就是说这些有变化的话就未必有果啦，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好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来请问一下利君哈，那么是不是有果必定有因呢？就说啊，如果我找到稻米的话，我找到那个谷的话，它肯定啊是由种子是谷类那边长出来的，这个对吗？有果就必定有因，这样对不对？如果是植物应该是对吧。好，来同学们掌声鼓励一下啊，没有信心哦，来，对对对，所以啊有因要有果的话一定要有缘条件在啦，那么有果的话必定是有因，条件一定具备，因为条件不具备怎么跑出果来呢？所以同学记得这些原理都是可以运用的在佛法上。好啊，所以呢刚谈到这因果的时候对不对，我还是很喜欢想看一看一点点一些比较难的，提升同学佛学水准。你看那瑜伽论啊，他讲何为因缘，他讲了为诸色根，根一即是此二，略说能持一切诸法种子，随诸色根，有诸色根种子及于色法种子，一切心心等种子，这个又难过头了这个讲得来同学就可能 boring 了的了。不过我们看一看，当提到因缘你会开始发现就是呢有四缘，然后呢就是因缘者为诸行种子，所以呢因缘这课题是在佛教非常受到重视成为世论蛮多地方有引到，这个表示它是非常重要的了所以同学就可以要多留意这个课题了。好然后我们找比较容易一点的，一切法因缘生，楞严经等诸比外道等常说自然我说因缘同学这句非常好我们为什么讲因缘呢？就是对付自然外道的缘故怎么讲来同学是这样的在外道里面他们有一些想法，尤其是印度教印度教是相信这个世界可以产生的话是什么缘故呢？那就是和他们的就是 Shiva Krishna Vishnu 这些神有关Vishnu 他们呢就是认为是由神创造一切，把他们这个神并不是基督教的那些神，或者是就是或者是可兰经的，而是他们呢创造神是湿婆神来的，就是 Shiva 这一个，看到吗？后面有蛇的湿婆神，然后他也有神毁灭叫做 Krishna 这是他们认为全部的人类的开创是由他们这些神主宰，毁灭也是由这些神主宰，这个叫做印度了，记得吗？
阿瓦塔那东西卖到十几亿的，还记得吗？同学记不记得？啊，记得哈，就是就是就通常这个。那我们佛教跟它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讲啊，不是我们不是由神创造，我们是因缘而生的啊。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呢，哈，你要进行轮回是，首先你要有无明，你要有贪爱。过了你有造业你就会有来世，所以我们是因缘论来的。好，那我们也不是无因，那么有一些外道说哦，我们无端端蹦出来没有缘故，或者是由造物者希望创造出来，所以因缘是对着他们，这个是对的。所以佛教谈因缘啊，目的啊也是和这有关系啊。来，同学可以写一写这一句啊，来自楞严经啊，彼外道等常说自然，我说因缘，不需可以抄下。好，子琳，你有问题可以先问了，子琳哈。师父想问哦，比如说，我们相信有轮回，可是有些小孩子很小，可能就会有一些病痛，因为又说因缘，他也不能做些什么，怎么讲呢？因为现在说因是种子嘛，缘是可能我们要做很多事情，那果会改变。可是，我要讲这个问题。那如果是小孩子病痛啊，你没有找到他真正的根源，才是解决不到的。那么呢，小孩子病痛一样吗？是 virus 的关系造成啊，还是说有肮脏东西弄到他？你要找到真正根本的原因啦。那就是子琳啊，唯有找到啊真正的原因，你才解决到他问题的。他一定有原因的，他不会无因无缘的。子琳可以明白吗？子琳，OK 你不能够先漏啊，你先漏你就变成外道了啦，知道吗？你不可以先漏摇头不能了，你就变外道了的啦。好，来，接着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哈。所以他说啊，经此大众啊有怀疑哈，不测因缘是谁力，就测了。就是检测不到因缘的是谁的力道来的，为佛菩萨大声闻啊，到底是哪一个佛菩萨大声闻，还是啊梵天，还是摩天，还是诸事等啊。同学，这个梵啊就是指 Brahma 啊，就是大梵天哦。这个摩呢是在欲界天、六欲天、他化自在天哦。同学啊，传说啊摩王哦是很靓仔的哦，所以希望有一天你们不会遇到他，你们应该遇到，应该是祝福你们遇到他，还是祝福你们不要遇到他？秀燕，你希望遇到他，还是希望不要遇到他？魔王，魔王啊！啊，但是他靓仔的哦，听说最英俊的哦，那你应该遇到他，还是不应该遇到他？好，遇到他就是讲你修道有成哦。哎呀，应该无成啊，做魔了啊！你应该跟他讲，来，我跟你讲点佛法哦啊，重新再来这样子嘛，修炼哦啊，这样子哦，这是传说啦哦。好，过呢，诸事啊，这个事可能是指地事啦哦，天，这都是指天来的哦。OK， 好，然后呢，唯愿世尊大慈悲啊，可以说这个神通由来。好，开始啊，就进入故事内容了嘛哦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来，请云美读一读佛告啊。佛告总世王菩萨言：善男子，汝等当知，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勒，名曰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住众生故，必方如是大神通力。佛说是于已也。儿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贺掌，曰：“佛缘世尊，我有大佛心，我有大悲心，陀罗尼经、陀罗尼咒。”应当欲说为助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不饶故，灭除一切恶业从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助功德故，成就一切诸三根故，远离一切诸部位故，速能满足一切诸妄希求故，
唯愿师尊慈爱听许。好，感谢啊，同学们，先画重点啊。啊，同学，你没有发现到哦？我昨天上四大乘论哦，今天在上这一个哦，好像啊，昨天的那一个哦，相当的困难。小钟有没有觉得哇？昨天那个好像差不多画完全不是重点，今天这个好像找不到重点来画，看到吗？哦，它差蛮远的。所以昨天那种经典呢，跟四大乘论是阿毗达摩耶论，他讲到心意识哇，很深沉的哦，哇，读到你偷的话，这个就容易很多啊，就是站起来坐下问问问题，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是形式的不同哦，你就知道哦，原来哦，这类经典呢，如果是大乘论那些你读通了哦，像一个菩萨摩诃萨多来的意思来的。菩萨摩诃萨玛哈萨多哈，同学写下玛哈萨多，看到吗？请写下哈，以后有摩诃萨要记得是玛哈萨多哈，所以称为大士哈，简称摩诃萨了哈，俱称摩诃菩提萨多，玛哈摩提萨多指他是大菩萨的意思了。所以菩萨摩诃萨是指、哦、大菩萨的意思、哦、好，过后呢他讲了、哦、他是名叫观世音自在，好，都是一般上、啊哦、这些词、哦、你就必须要去看它了，因为太过专门了、哦、他叫观世音，那我们点击看一看 他对不对 啊观世音一般都是指、啊、观其音声、哦而得解脱，就听他的声音哈。所以来同学看一下，观世音哈，就是梵语 Avalokiteshvara 来的哈，这样子哈。那么呢，有些叫观世音自在菩萨哈。那么呢，就看一下哈，他没有特别东西给到了，他反正给的都是中国观世音菩萨信仰的一些内容来的哈。好，同学写梵文就可以了 ，Avalokiteshvara 哈。所以呢，也译作观自在。所以呢，心经的观自在菩萨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听到世间的音声哦啊，所以呢就前往解救啊。所以呢，传说观世音菩萨哦修的是、啊、耳根的法门来的，听到声音就可以去解救，所以呢就跟他哦很蛮符合的啊。我们念他的名号，他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来解救我们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啊，同学哦。然后他说啊，从无量劫以来啊，数不尽的时间啊，很久很久之前哈、啊，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陀罗尼门呢，之前讲过，也代表咒语跟善法了，为欲安乐诸众生，为了让到众生得到安乐，他就放大光明。然后呢，佛陀啊，哈。佛陀讲完了，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哈，他就站起来整理衣服，向佛合掌，拜佛缘哈。啊，站起来整理衣服哈，同学你会不会觉得哈，还蛮这个记录还蛮细节的嘞，对不对哈？哎，子琳，你们 meeting 的时候会不会讲啊？我们的主席站起来整理一下衣服啊，过后呢头抬起来跟我们说话，不会记录这些，对不对？不会嘛、哦、所以你看到佛经的记录啊还蛮仔细的，比我们的 meeting 还厉害嘞、哦、好，过我们再看一下他讲啊，世尊呢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我要讲这个咒、啊、为了让众生可以得到安乐，除一切的病，然后呢得到寿命故，得富饶故啊。同学，这个富饶、啊、就值得我们去稍微留意、啊、得富饶故、啊，
这种是佛教 的词汇来的。OK， 中文字典可以了。富足有余，多子财物。同学你写下了好，子财物，或者只写富足有余了，这个就前后文就刚了好，一个没有病痛，过呢就有钱财。所以呢整个千手观音的经典哦，都是让你有钱财，然后呢让你去除疾病哦。所以呢就是这个缘故啊，这些大悲咒的经典啊比较多人有兴趣，那些色阿比达摩议论啊，色大乘论就没有几个人要看了哦，因为它太过深刻的关系哦，没有解决到当下的问题哦。过我们看啊，灭除一切就是恶业跟重罪哦。好，同学，这个重罪啊在佛教啊是有一定的定义的哦。我们看一下他这边有没有给到比较好的重罪的定义哦。好啊，因为他会混乱哦，所以我们加个佛教啊。OK， 同学，这边重罪啊出来就是忤逆罪来的了，好 ，Andarika 哈，来，同学可以稍微写一写哈，同学啊，如果有受五戒的话，基本上啊，杀到人有跟人有关的呢，就算是重罪哦。那这一边有更加严格的定义，重罪就是忤逆罪了。同学，你可以简单写一写忤逆罪了，好。那么呢，举 example 哈，忤逆罪哦，同学看忤逆哈，就是杀爸爸跟杀妈妈了。同学，你可以就这样子写一写就可以了。一般上佛经都会提到这一些哦，杀爸爸、杀妈妈是忤逆的最重的罪来的。因为很多人呢，来到寺庙，可能呢之前已经事业上杀了大量的杀生，或者是走私烟酒啊等等之类的行业哦，或者贩卖过毒品，来希望忏罪，所以来到啊这些经典啊，就会带到希望给他们。好，然后呢，离障难故哦，同学，这个障难呢、啊？多数是指外在这些障难来的、哦、那么呢跟佛教讲的五盖、哦、就比较不同了、哦、同学看一下、哦、障难、哦、烦恼苦难、啊、同学可以写下来、哦、就烦恼苦难很简单、哦、所以呢如果他烦恼苦难呢包括内心在里边呢，那么难呢苦难呢可能呢就是外境啊、哦、遇到官司缠身的等等之类这一些、哦啊、或者是路途啊、哦在新加坡 COVID 回来回去都回不到这样子、啊、这些也是难来的、哦啊、或者是得了一次病又得了两次病、哦、又或者是、啊明明工地很多人有种但是不去上班又不行，这些都是属于障难、啊哦、所以福报不够障难就会比较多、哦。好，然后他讲了增长一些白发诸功德、哦啊、同学这个白发、哦、我们呢上下文一下就猜得到、啊、应该是有关系的，是好的啦、哦、白发、哦、四种白发 Buddha Spain、哦、来看一下、哦、清净之善法啦，同学直接写、哦、白发是指清净的善法，清净的善法是指白法、啊、这边又出现大方等大集经、啊、刚刚、啊、就是那个星座的也是大方等月藏经、哦、也是跟大方等经有关系、哦、清净的善法就是白法、哦、希望可以增加白法。好，来同学我们看一下这些白法来自哪里、哦、来自四分律、哦、这是跟戒律有关的，然后呢这个涅槃经、品类逐论跟俱舍论，同学这些是有部的论藏来的、哦、俱舍论刚刚查过了，俱舍论是相当著名的、哦、品类逐论也是有部的论、哦、全部都是玄奘大师带回来的、哦、好，过后呢他讲了增长这些善法，成就一切诸善根、啊、这个、啊、我们讲你很有善根、哦、其实真正善根的定义是什么、哦，可能呢都是会搞错的、哦、来我们看一下真正善根的定义、哦、
Okay, kusala mula 哈，好的根性，良善的根性，只能生出善法的根本哈，将能够增长善的各种思想行为，必为树根善根。同学，这个定义比较好，能够增长善的各种思想的行为，譬喻为树根就叫做善根，这个比较好，这个定义哦。所以这个根呢，哈，其实就是木拉来的，然后呢，这个善呢是古萨拉，古萨拉木拉哈。所以你增长善根，意思就是说，哈，你有了这个善根呢，好像有了这个树根这样，你的善法不断的增长开来，这样子哦。啊，所以呢，这个善根呢，哈，它的由来啊是在哪里呢？哈，译文如果以你看的话，这个善根的由来来自哪里啊？怎么样才会让一个人不断的增长善的思想跟行为啊？译文，我觉得是周遭的环境吧。啊，对哈、哦。那么我们常讲啊，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就是。你周遭的环境，你有没有跟到老师，有跟到好的人，然后呢再听闻佛法，这样子了，这个就会增长善根、哦、同学，你们觉得今天你们这样子上课会增长到善根吗？会不会？会吧、哦、当然会啊。哎，我都没有教你们做坏事，怎么没嘞、哦啊、我们这些都是讲好的、啊、所以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啊就是要听闻佛法，原因就是这样、啊哦啊、就是这个善根就会增长得到，就种到善根了啦。好啊，这一个啊，先写下来哈、哦，树根木拉哈、哦。好，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了、啊、哈、哦。然后他讲啊，远离一切诸部位，过后呢就不会害怕哈、哦。然后树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看到没有？哎呀，这个就是啊哈、哦，为什么多数人来佛堂啊，就是有很多需求嘛哈、哦。进来 COVID 啊，希望就是 COVID 哦，远离 COVID。然后现在经济又不好，希望可以经济好转。所以为什么这一类型的经论呢、啊、它是蛮可以应应得到需求的。好，慈爱听许，来同学看一下，慈爱爱听啊，是指就是啊，听到啊，为人世尊可以慈悲的听到我的请求啊，爱啊是动人听闻的声音，这听来比较怪怪哦，由爱音动人听闻了、哦、嗯 ，OK， 爱听啊，哈、哦，是啊，动人听闻听，我是觉得有点怪怪了这个翻译哈、哦。如果是同学，你可以再写哦，你可以写一写爱听哈、哦，动人听闻哈、哦，这个动应该是指类似感动了哈、哦，爱音看到吗？动人听闻爱音啊，指爱音就对了啦，有点悲惨哦，因为大家有需求，所以会有悲惨。好，然后呢、现在就来下面的这个偈颂了。好，请莲屏读一读。好，来，观世就是这边佛缘了哈，莲屏有请啊。没有开麦，莲屏有请啊。佛缘，善男子与大慈悲安乐众生。一说神咒，今正是时，意应述说，如来随喜，速活亦然。观世音菩萨从业佛语言：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净住如来。披佛世尊念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说此观此款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摸我顶上，作如是言：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尽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业。我已四十，始住初地，亦闻此咒故，超第八地，
我实心欢喜故，即发誓言。好，感谢。来，同学们看一下。啊，请关麦同学哈。好了，同学看一下，解读上也一点不会困难哈、哦。他讲了佛缘呐、啊，他说善男子啊，哈、哦，汝大慈悲 ，OK， 安乐众生啊，因为佛讲哈、哦，你善男子，你大慈悲就是对观世音说哈、哦，你可以安乐众生，要说这个咒啊，是时候到了了哦，所以呢，你快快的讲吧。啊，如来啊，就讲了我啊，哈、哦，会随喜您的，会很高兴你这样子讲。诸佛亦然，因为呢，就是其他的佛啊，哦，也是如此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开始从百佛缘，他说啊，世尊，哦，他说啊，我在过去无量劫啊，当时候有个佛叫做千光王净住如来，然后他说、啊、这一个世尊呢，明念于我，过呢，他就对我进行摩顶，然后我从初地就到八地。Simple, right? 哦，同学很容易，对不对？哦，不过名相里面就有一些困难的地方哈。好，首先就是呢，如果你要把它搞懂啊，里面的内容哈，比方说 ，OK， 这一边哈，通常善男子哦，如果是我们要追根究底哦，何为善男子？经典经常这样子用，对不对？好，我们把它搞懂它哈。既然在研读经典的话哈，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是经常哈会用到的词来的。信奉佛法的男子啦，哦，梵语是 Gulaputra 哦，所以我们讲善男子就是哦，信奉佛法的男子；善女人，信奉佛法的女人呢，就这样子哦，不会太难哦。对，善男子、善女人。好，过后他讲啊，哈，世尊哈，好同学，我们啊这边有提到佛，这边有世尊，世尊是指啊世上最尊贵的哦，啊就是指佛的意思哦。然后他讲啊，世尊就是观音对于佛讲，他说啊，我意念了过去无量亿劫，哇，无量亿劫，所以同学这时间是非常长远的。同学阿含呢、啊、跟论呢、啊、很少提到这些这样子的概念的，这些都是到密教的经典，它是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具备神通的时候可以意念呢、啊、非常久远久远以前的哦。净云什么神通让他可以意念过去无量无量劫之前发生过那么久的事情，是什么神通来的？净云啊，真言。哎，不对，德巴勒，德巴勒，宿命通啊。啊，对呀、啊，哎呀，是的，是宿命通来的哈、哦。来，同学，你写下来哈、哦，这个无量亿劫的意念呢、啊，哦，主要是来自于宿命通了、啊，哦，要搞懂它是为什么可以意念。啊，天眼通是未来了哈，宿命通是过去哈。OK， 来宿命通哈啊。三明六通哈，好，OK， 它没了，同学哈，所以基本上宿命通是可以知道未来了哈，你可以写下来了，同学哈，过去哈，同学，嗯，好，就是宿命通就行了哦，它没有很好的定义哈。好，然后呢，他讲了，他通过宿命通看到过去事实，他讲了有一个佛、啊、叫做千光王净住如来哦，啊，这一个这尊佛哈，同学啊，目前那么多经典里面。只有啊，在这个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有出现罢了。我们看一下哈，是不是师父记错了？千光王净住如来哈，这是百度大悲心陀罗尼哈。
OK 的，千光王境诸如来。好，我们找佛光大师姐看看有没有别的出现。基本上大乘经啊，或我们的佛啊，实在是多哈、哦，拜千佛万佛一大堆，非常多的佛哈、哦，应该是没了。同学，来想啊，嗯，明月千光王境诸如来哦，一节哈、哦，搜狗。Okay, 不大明显这个、哦、法华经、哦、佛母日词汇、啊、没有，应该是没了同学。所以这个这个千光王经诸如来只有在这一部经里面有出现过罢了、哦、其他的地方是没有出现过的、哦、好，过后同学、啊、这个比较独特的是这一点、啊，当他一念了咒之后就出地到八地来。同学，在佛教的修行里面，如果按照大智度论，对不对，基本上出地到八地要一个阿僧祇劫，把这边一个咒语哇就马上超越了。这个呢就是经典很大变化的地方来的。师父告诉同学，我们的经论的确有一些东西观念上差蛮远的。同学来也看一看、啊、这一个、啊、同学看一下在这里，对不对、哦、同学这边呢、啊、大日经开始看到没有，寄生成佛。大日经是在650年的时候谈寄生成佛，一辈一生里面就可以成佛的。但是同学你看看大乘佛经，这个时候三大阿僧祇劫成佛。所以呢佛经啊、哦、在啊60年啊到450到550年这段期间的佛经、哦、全部是讲三大阿僧祇劫成佛的。一到了密宗这边开始、哦、秘密大乘开始就谈寄生成佛。当然了过后来在中国的禅宗也是这样提到。然后呢这一边的经典、哦、初地、啊、到八地、哦、要一个大劫的，但是这一边念一个咒语就成了。所以同学一定要有辨识得到诶有那么大的差别，那怎么办呢？好，同学一般上来讲就是呢，我看过圣严法师在印度佛教史语这样子列举了，他有讲到说，一般上啊，在大乘经是，印度人呢、啊、是比较玉树、比较文艺的，所以他们动辄就八万四千、无量无边很多，所以圣严法师也认为啊，不能够完全真的是照字面来解释，不然蛮有矛盾的。同学对不对？是不是？这边是念一个咒啊，哇，就是。修少一个大劫的一个大劫，你知道多长时间吗？啊，就有这样的情况哈、哦、啊，所以同学变道啊哈，也不是叫你不信了哈、哦，而是说就是说啊，因为啊，它有时候咒语的功能啊哈、哦，有时候念一个咒啊会灭啊无量亿劫，哇，有那么多嘛，所以呢不能够照字面来理解的。我们相信它的功能，而且呢也相信你专注可以达到定的功效。但如果是说哇。会那么大的那个 figure、哦、我们是很难就是说完全照字面去理解的。好，来同学请你写一写、哦、从初地到八地、哦你就写一写、哦初地到八地、哦、这个是要一个大劫、哦、是根据大智度论的记载了。所以我看看 我找明确点给同学知道一下、哦就是菩萨的阶位、哦，这个找菩萨的阶位就知道了哈，菩萨阶位啊，五十二菩萨阶位啊，OK 哦，好就可以这样哈、哦，性位哈、哦，看一下哈、啊，从性位哈、哦，
刀出地哦，然后呢，出地刀霸地，看有没有哈、啊？没有的，改天再补给同学啦哈。它的时间啊是蛮漫长的。好，这个暂时我知道有，好，没关系，同学呢，师傅，我这边就 hold 着先，过呢再补充给各位同学。好，来，同学，我们在下一堂课的时候啊，